站在台上表演精湛情谊，看不出来他林雨佩患有中度智能障碍，花了12年才把每个音学会，现在更拥有街头艺人执照。慈济志工看见这份正能量，邀请他表演。志工让我来表演，我觉得很高兴。 然后我今天表演，我觉得我也很棒，非常以他为荣，因为我没有想到卡农那么长，他能够拉得完，有这种活动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崭露头角，很感动。经过父母这样的陪伴呀，学校的教育也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哦，就是彼此激励，彼此共勉，希望孩子都能够正向的。 这个努力正向的过这个童年的一个生活。这场在慈济三重园区的活动有满满表演，也有趣味活动。耗子，好，这气球区挤满了大小朋友，相当热闹。皮卡丘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很棒哦，真的很棒。因为气氛很好，那个里面刚刚有那个。 那个小提琴，有这个气球，赶快过来看一下。志工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筹备活动，不止给孩子玩乐，也邀请父母一同享受亲子间的天伦乐。台新闻林婷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